耶！那就对了。爸爸变了魔术哦，爸爸会忽然间关灯哦，关灯，开灯。哇！妹妹真捧场嘞！哦，妹妹厉害吧？自己魔术还算。抽四月六号抽抽乐，action！桌子有没有坏掉？坏掉了啦！好，太重了。好，那每个人六十块。嗯，三十块。嗯，好喝。妹妹四抽，姐姐两抽，抽。哦，小的。小的。呜！我猜今天姐姐一定很会中。这两个哦，好，施法术，3、2、1，砰！我变成这里了，哦，成功了。还有嘿，打掉他之后呢，我又可以转回来啦。要是一般人的话，他们都会这样，嘿，怎么？然后我是这样，嘿。耶！得出来，你可不可以？妹妹，快点抽啊！我这最后一个都抽不掉。你这根本没有在转啊！反转，没有，都没有。我帮你拿出来的是什么？撒谎！No！哦不，不要！这个小女孩，拜拜。现在要来表演魔术，哎呀，我们这是一个五，然后9、8、7，赞，耶！嘿，耶！姐姐怎么样？爸爸变了魔术哦，爸爸会忽然间关灯哦，关灯，开灯。妹妹真捧场嘞！哦，妹妹厉害吧？自己魔术还算。噔，来，妹妹。4月7号的抽抽了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中没中？这么快啊？对啊，我还在抽的段落中，没中，都没中。好，拜拜。我操！
你都没中是怎样？什么味？有中吗？没中。你看啊，啊啊啊！姐姐你啊，你中一个还是一个？妹妹，你姐姐，我好，现在没有吓到。妹妹，姐姐没有吓到。把你抓了，妹妹抓了。等一下，妹妹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，再动那个毛衣把嘴断掉。毛衣，毛衣，妈，妈，你把脸收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大的？角落生物是老弱生物。好啦，拜拜。当然能认出来，这有黄金的。来，我来把小花豹叼走了。因为这有只小花豹要一起带。为什么我不是花豹？你太大只了啦，自己出去觅食吧。星期五的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好，妹妹四抽，姐姐两，姐姐三抽。姐姐，你又没中啊？来，我都丢了。都没中啊？对。噔噔噔，都没中要配中，再刮。拜拜。先说完，姐姐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四月十号星期日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昨天一抽，昨天用钱一抽，昨天有扁扁吗？有，确定。有啊，我扁好长好长的扁扁啊！不用讲很长，长有扁扁就好，不用姐讲的。它有吗？长有。有啊，姐姐我抽妹妹六抽，我们一定要中大奖哦！我一定要中三个大的，我一定要中，我要全大的，你要全部都是大的，这样我才能中六个大。中六个大，爸爸就亏钱的了。180到了，我说的对。125小的，为什么也都中小的？谢谢，我只有一个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60要中个大的，啊！我中60，妹妹。我亏钱的啦！我中两个单了。我说中是，谁都知道。差一点，我中两个小，应该中两个大。今天这样不算啦，爸爸亏钱的啦，中两个大的。跟我没关系，又没关系。今天是谁丢啊？撒谎了。铅笔。又是纸张。撒谎了，撒谎。我要铅笔。怎么会有两支铅笔？没有铅笔了没？哈？哦，有，这边还有四支铅笔啊。两支的话，我要这支。我哪一支？蓝色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去睡觉吧。还有。没有了。我两个大。我要中。好，两个大的。哇，两个大的嘞！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这个不是，这好像是第一只一号。不要抽那个了，不要，我要做印章。
便利贴三个。要抽这个，这个一定。便利贴蓝。抽这个，抽这个。便利贴蓝。中这么好奖品嘞！关起来，印章。印章，印章。像十个。什么嘞？答案是我的服。这是蜥蜴吗？壁虎。壁虎啊。壁虎的大体型是这种印章图案。好。壁虎小体型是这，壁虎的小蘑菇是这种图案的。赚到三个。拿来拿去，你的便利贴。哇，好羡慕你哦。行行。总共箱几个？该还的还是要还。十个。哪有两个？你抽中两个大的，哦，赚死！23个，爸爸算好了，一个十三个，一个十三个，一个十个。等一下，十个嘞？23个啊，一张是十三个，一张是十个，请看密西亚。哎，我拿去放好了，来。哪里？我拿去放好了，23个。好了，赶快23个啦。对啦。亲一亲就那个了，解脱了，来。23个，你中这么好的奖品，像23个，值得啦。先买这首。咚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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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还有13个，你抽中2张。十，然后再来。13。会用筷子的人。小爱同学，设定每天晚上9点半抽抽乐。好的，已帮你定好每天晚上9点半的闹钟。